像什么？你真可以，你中西南北都行啊，中西南北都行啊。河南人能够讲这个苏州话都不容易。就是，那是国际社的国际社的成员吗？啊，国际社里头我看到你的名字吗？快准备好了吗？行。来的，就是伴奏音乐呀、啊，就是伴奏音乐。没事，伴奏音乐没有那个伴奏。没伴奏我们就清唱，你看我刚才就清唱来着。有伴奏音乐我们就用伴奏音乐，没有伴奏音乐我们就清唱，没关系的。假团没问题，清唱唱得更好。假团没问题，假团的京剧还有歌都唱得特别好。来，假团来一段。那我就唱一个《春闺梦》吧，《春闺梦》。好，程派的，程派的《春闺梦》。好，欢迎欢迎。不冲，心真。
在上边呢哈，刚才唱过了吗？唱了，大姐唱过了。刚才唱了《看戴王》啊，再来一段吧，高大姐。我们那邻居啊，还有谁？今天少。那个邻居现在那个、贾川再唱一个。那我那个、李老师唱了好几个呢。可不是，我都唱了好几个了。啊，您再来一个。哎呀，林宇是不是好了？啊！你跑外头了？什么？咱们林雨，蒙特利尔的小越剧。我跟你说啊，我李老师，我先下啊，我这国内来电话了，刚才看了你那个，我看了你们的唱了。行，好嘞，整完了再上来。OK。好。好嘞。好的，好的。大大姐，拜拜。拜拜。好了吗？哎呀，那唱个什么？唱个什么？谁？林雨。林雨，看来他还没好。他刚才说他那个快没电了，他去充电。他说充电呢就充好了就上，他说他给我刚学一个那个什么我爱你中国那个京剧版的。好啊好啊，我也是喜欢听这一段。来看一下，就是应景，正好国庆呢，应景。就是我爱你中国。
爱你轻松细致，我爱你红梅品格，我爱你家家的品格好像如诗，好听，怎么样？莲雨，你的好了吗？好了，好了，来，我到院子里了。这车里信号不好。好，欢迎莲雨为我们唱一段上海越剧《沉香扇》。啊，《沉香扇》，好嘞，欢迎，欢迎。一朵暖融两丈天，在四月下秋霜梅，家里望尽天涯沦，终日盼君君不归，愿意为离人边终有尽。盼子盼女郎春雨家家为，与
水子，去恨离了天心碎，母亲欲教众生配，我与你配三门亲，同风生息相共，永相随。我为你为康母名利生辉，我为你要长儿大成为，我为你长风少路不朝地，我为你生计我无家给，我为你把天罪他结成，何以为你露于梦中寂寞。为的是寻找你徐郎，曾经在他静静来，因此不怕得高中梦尽人不起。谢谢，太好听了，声音好的是吧？好听，声音挺好，声音也很好，好吗？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嗯，再给我们唱一段吧。趁着你这会儿在外头，要不然一会儿你又回屋了，又唱不了了。我，我新学了一段，就是歌词还不太熟悉，万一唱错了见谅啊。没事，没事，我告诉你啊，目前你可以去参加多伦多豫剧团了。对，这个是你们老乡，应该是，嗯，他只要他听不出来，我们都听不出来。他多伦多豫剧团不是吗？啊，多伦多豫剧团，对，多伦多，好像渥太华那边都很多啊，上海豫剧的，嗯，蒙特利尔这儿现在也开始逐渐多了哈。我那天好像唱过的那一段啊，没关系的，唱吧，再唱一多唱几遍，没准我们能跟着你学呢，还，哎，跟着我学，我也是，还瞎唱，没事。红色西装。风霜凉，心被雨侵占，鸟中放醉。去也，他为何貌似清凉？
这首是黄派，这首是吕派。我们听不出来。你在哪里？你在多伦多在哪里啊？蒙特利尔。我在蒙特利尔的。啊、你在蒙特利尔的啊？啊，对。倩雪，倩雪在渥太华，他们也有个乐队团。对，倩雪。我在多伦多。您在多伦多。倩雪，倩雪。唱歌去吗？倩雪上次来了。啊，倩雪在渥太华。渥太华对。嗯。来，还有哪一位？哪一位？你是渡边是吧？吕老师渡边是。没有，我们是瞎唱。我们现在。可以啊。就是。你经过西校的。谁唱？贾团您唱？您的话筒没打开，贾团。贾团话筒没打开。好了，打开了。打开了。对，这打开了。您为我们唱。你再唱一个吧，我不唱了。我再唱一个。嗯，唱了京剧了，唱了。
给大家唱一段河北梆子吧。学了段河北梆子，金牌调来银牌宣，王宝钏啊。听了，谢谢谢谢。来，贾凡再唱一段。我这有一个那个，我想那个，你说试验一下，就是那个就是共享这个屏幕那个啊，我试验一下啊。好嘞，就是、共享这个屏幕和那个什么，就是我，完了我把这个放一下哈。
全民 K 歌里录的，然后那个那你那边听的效果怎么样？我谢谢。挺好的，挺好的，嗯，效果挺好的，我觉得听的，嗯，小曹上来了，你这上来也十点多了才上来，我们前面最多的时候也就是十几个人，越走越少，越走越少，越走越少，现在我看剩几个了，还剩七个了，有七个。小曹，曹先生，上来怎么？你的话筒没打开，小曹，你话筒没打开。翟老师，下周准备一段，那个谁，小曹说你打开话筒说呀。交给你了啊，曹若曦。小曹同志，把曹打开你的话筒，咋回事呢？喂。但是如果打开了，一般来讲，这一套呢，不管怎么说，他从语法上还是……今天我看人不多。是啊，前面人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个，后来慢慢少，比较快，那老师刚才语法比较快。因为今天吧，有点那什么，有时候晚上出去一下，所以就，但是也不经常的。这一阵儿，为啥老是晚上这会儿出去呢？你不能白天出去买东西啊？不是，有时候我妈上课一直上到八点，八点之后想出去买点啥东西，我就跟着了。就是教材不打底，我也可以给他讲得很好，没事儿。这不行啊！这慢慢你。那个刚开始呢，我看原来你通知什么多伦多的呀票友啊，什么渥太华的票友都来，现在好像多伦多票友都没来了，是吧？因为我告诉有的，我告诉他们，如果我这边不说的话，他不太知道。然后呢，下礼拜吧，因为我说是搞一个小型，像咱们上次似的，有 Emily 也好，琪琪也好，咱们主持一下，咱们搞一个。就是中秋小聚会那样的，我有像多伦多的，包括澳洲那个，我都通知了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因为本来我想今天嘛，但是我也想这个好几个也没有说具体通知，他没得准备。所以说，我就说改到下周了。你得提前跟人家说，肯定是。嗯、你就提前跟人家说，哪有像你那样的牛嫂，上来就唱，也不用咋准备，拿起来就来。我这脸皮厚胆子壮，谁跟我这没心没肺的？人像咱们不都是这样吗？有时候真不行的话，拿起来就那啥，也甭管那啥。我是不怕丢人。正在录制该会议。哎，你看挺那啥的。贾老师再唱一个呗。哎，你刚上来是你那个啥，你先得表演。我这都我不了，你看那边还里边还有人说话，你今天有那什么，现在正打着电话。你唱一段吧，小声唱。你唱啥？你刚上来这一会儿都快结束了，你赶紧唱。那这谁呀、啊？这个什么小米手机、OPPO 五什么的都谁呀、啊？没有唱，他们都没唱，今天就。贾团唱了，我唱了，然后那个谁高霞大姐前面唱了一段两段，然后后来那个林雨唱了，今天好像是还真的别人都没有唱。嗯，
因为像渥太的华的张敏他们都没上，他没来，你们知道他有事儿，今天好多都有事儿，像洛梅他们美国今天开那个什么，我现在也正在他的线上，也开那什么，都今天都挺那啥吧。曹，赶紧再来一段，赶紧来一段。那个甲团你能唱不？唱对唱那种？哪个？哪个？伍家坡。伍家坡可以啊，咱俩清唱吧，我跟你对一下。咱俩唱吧。嗯。妈，好，谢谢。这个，看到了没有？好。哎。哎，我那放那伍家坡那个伴奏音乐，你能听着不？我听不见。我听不见。我还没放。就是，伍家坡，再找一找。找不到，你没有吗？我没有，我那是适合我的，可能调门上。这刚才我听见了。这个是有那个唱的，反正也行啊。没事，咱就小声跟着哼哼走一遍。能听到你的唱。能听到吗？你重新放一遍。那座龙为会美人王沉香是我的智慧女人呢。我是那苏美姑是内心你我同把相扶，不是三人对你就说分离。他三人与我有仇恨，要你啊管他就不认得身。下的金银碧玉山，分明传来有多少名人送到那西凉川。西凉川此时三八战，为君的好人我就不要钱。丈夫的夫妇与你几个家人，把你一双将你送到北衙门，三番四上下官，官叫你死前容易。大嫂不便太偏，为君哪怕到关前呀，你呀外国大殿，换叫大嫂你就断与他。好一个真的王宝钏，不问了的茫然，要东西只要一定将一方人的冰川，这里的三两三从一大嫂洛阳年迈的落翠山，大手十指山花为你少年的佛七就过几年呢、啊。是的女就该在家园，你何来在这大道边为君妻下两个一
来来来，上个马一马双花到西凉川。所以最后这一点我听见在这里了。嗯，有的那个词儿不太一样，可能就是差几个字儿，稍微差一点哈。嗯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这个就是现在这个 Zoom 吧，就是它这因为有一个时差，就是你们俩接唱的时候，就是尤其是我觉得就是甲团可能那边跟着音乐是这样，牛嫂，他这个声音小，嗯，我听不见。他这个。我的所有的也有一个这个时差，我所有的接差都是甲团唱完最后一个字我才接，他可能就是中间有那，而且是我是按照我的速度来唱。对对，没错，是存在，他就是这个。我说的这个时差也存在一个，他们说就是你就是打开那个 Zoom 那个什么，就是你刚接唱的，你像甲团每一次接唱那前面几个字都是声音很小，后边几个字才会出来音量。嗯，对。嗯，那就是做好这个音量。不知道，反正他两边都能听得见音量的时候，这个、是有艺术方面的东西是。对，我觉得这一点上，我觉得那个洛梅跟倩雪俩人，他俩对唱的那个，我觉得做的蛮好。啊，洛梅今天晚上有活动，我现在那边我手机上就在他上的。这个哈，你要是在网上没有时差，就得是两个人先在那个全民 K 歌里录好，然后你在那个 Zoom 里头网络上完了再共享。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？你看我每次放我的伴奏也好，我都是下到我手机里头，没有任何的网络接触，就啪一点，全部是手机放。嗯嗯。你这如果是放全民 K 歌的话，它肯定还有中间的缓冲这那的。对对，我就发现，你看我刚才放伴奏音乐啊。就是因为都是从网上整那个嘛，然后他就是指不定哪一会儿可能网不好，他那个节奏就不太稳。所以为什么说提前准备呢？提前准备就是说把那个伴奏提前放到手机里，然后呢自己试一试的调门合适自己的调门，他可以开开就唱。对，是就中间没有那个网的那个衔接，或者是可能一唱调高了一调调低了，这种就没有这种。是是是是，嗯。那你小曹，你就在群里头发发吧。你不是下一周？没有，我下周那什么，我看谁有单发。行，反正那你就准备、就是。准备我弄一下，因为原来我刚才我九点来钟我回来之后，原来那个发布的叫 CVCCA， 我上了半天我不上了。后来就变四个数了。昨天他们又改成说是六个数不好记。所以我干上半天我就上不去，我是怎？因为我知道你牛嫂你发出来的不能是错的，所以我干上半天我是怎么就上不来呢？改了，我在群里发了还是在哪儿？我后来又发了好多，嗯，就改了的，可能就有时候没有发，对，没有又漏发了，可能是，嗯 ，OK， 嗯。我最后发给你了呀！我昨天晚上9:50的时候给你发的。是五个数了吧？啊？是五个数了吧？四位数的呀。我昨天晚上发给你的有啊，昨天晚上9:50的时候发给你的呀。从现在开始，中心 Zoom 最后确定密码为 CVAC， 请大家查一下。啊、对呀、啊。对，我看见了。因为我手机上没接收到，我是在电脑上接收到的。OK， 嗯，所以可能没看见。嗯，没事儿、嗯，没事儿。下周我正下周是有正经，我请 Emily 或者是琪琪，他俩谁上来给弄一下，就像上回咱们越剧专场似的。就是，嗯，找个主持还是好一点，让小孩们也锻炼锻炼。这俩小孩都不大，让他们练呗。嗯，都13、14岁小姑娘，跟我都挺好。愿意练就让他们练练，嗯。嗯，行，那今天就先到这呗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，行啊。嗯、yeah, ，
然后我再单发，哎，上回那个刘嫂不有一个叫什么 Love 你什么玩意儿那个，你还记得不？唱粤剧的那个，广东粤剧那个。广东粤剧谁呀、啊？叫什么 Love 你什么玩意儿？啊，我上次叫他唱，他说这周准备一个来唱。我不知道。我没有那个人我不知道，我也连不知道。下周是以什么戏曲为主呢？各种吧，各种也可以，唱个什么评剧啦，随便，因为本来这周想搞中秋嘛，但这周没提前说嘛。行，好，下周见。下周见。谢谢牛嫂，谢谢牛嫂。拜拜，行了，下了，小团，拜拜。